哎呀呀，今天可是个好日子，聪明如你，一眼就看出来我想说什么了吧？啊，可我现在却很为难，愁得连晚饭都要吃不下去了。你看，我不能直接邀请你做客，万一被你觉得我是在拐弯抹角的索要礼物，那就完蛋了。我们的友谊才刚刚起步，我可不想被你定义成一个过分的人，从此以后敬而远之。 不如这样吧，你帮我解决这个想见你又怕冒犯你的困境，我也帮你处理一个你想要解开的谜题。要是觉得一个不够，两个也行。我喜欢你多赚一点。哎，别愣着，你知道能在哪里见到我的。